小品这样也别小看我，看我的红外线激光笔。什么？数学老师居然把窗外的墙当做格子，用红外线激光笔在墙上标记，那根据自己今年的记忆力和楼下的另一个人玩起了五子棋，真真太厉害了吧！没想到我打了这么久的学法也要赶上拆的一天呀！小品这次绝对是报复性脱逃，看来我也要出绝招了。看我的机器人格斗！真难道是你小心格斗机器人居然放在黑板的上面进行格斗比赛？可是体育老师的视力是要有多好才能隔这么远都能清楚的看见这么小的机器人？学校真是卧虎藏龙啊！ 小品这拖堂的技术绝对是跟我学的，这么啰嗦，我也只有混时间了。看我的迷你厨房，这个文具盒里装的一套迷你餐具，看我给大家做一道回锅肉。